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先一点点私人说，因为会跟老大多25年就是跟我唱过的一些大家最熟悉的歌，然后唱的很好，最精华的好歌会带给大家。不过 Karen 也就提到了，今年在2018年，不管是对于 Karen 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 FM 的播网来说，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们这边是20周年，那当然 Karen 是25周年，所以想必在明天的音乐作品的选择上面会有许许多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刚刚其实说话我有一点点鸡皮疙瘩都起了。对啊，你在音乐上面的选择可不可以稍微的不用唱没关系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下，就明天会出现。对，稍微譬如说哪一些你觉得大家可以期待的吧。很多大合唱，12楼，然后呢，刚刚 Karen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口哨，那是哪一首？大家自己去想。新歌也有，新歌也有，对不对？我在这边也要恭喜你，新专辑的推出就在6月1号，也就是在昨天，叫做《我们在中场相遇》。然后我们连续听到，不管是慢慢喜欢你啊，或者是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这次的新作品的走向，大家听了感觉就是有小品的，有甜的。半生缘是一首很大气的歌曲，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新的作品里头其他的味道。哇，其他的就我真的大家可能因为想象不到，因为这次快歌蛮多的，对，然后就而且就是这个专辑，因为都是找来不同的制作人、制片人来合作，他的每一个都非常独特，有自己的风格，那所以我唱他们的作品呢，就变成这一张专辑呢，就非常的丰富，就什么样的感觉的曲风都有。所有的制作人老师想要丢给你，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音乐感觉，你就是完全任人摆布，想办法交出他们想要的。没有被他们摆布，是我摆布他们，因为最后还是变成末位的东西。反过来，最后还是由你这边来主导，对不对？不过真的是好听，这张新的专辑在昨天已经正式推出了。6月1号是新的专辑的推出，同时也是我们 Hit FM 的大牌剧，在这一整个月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Karen 的好歌。到了6月2号，今天又有喜事要恭喜你，是我生日 ，Happy Birthday！ 请给我们 Karen 莫慧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今天是生日，然后不只是来到台北，然后同时突然让你在工作中度过。这样是最好的，我最开心就是可以在工作中，尤其在舞台上面度过生日，这也是在新的这样子的度过的方式。所以你觉得晚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欢迎啊，或者是就是轻轻松松？没有啊，就一直工作下去，就工作下去最棒的工作。这个对我来讲不能不是工作，是享受，而且今天又可以唱到一个就为明天彩排嘛，这个主曲真的是让我就是很震撼，鸡皮疙瘩全部都起来了，所以我很期待明天这个演出。所以不只是歌迷会期待，就连歌手就连莫慧自己也很期待。那讲到能够在工作当中度过，接下来你的世界巡回演出《角色莫慧》不然你要忙到明年呢？对，明年年底。从6月23号，是先从上海开始，是的哈。那也要问所有的歌迷，先来问一下，《角色》25周年这么样的有纪念性的，台北这个城市，或者说台湾任何一个城市，应该不会少吧？当然不会少，真的吗？对，其实已经有日期了。台北我们会在12月22号相遇的。哇，圣诞节之前，圣诞节相遇，哇，太棒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舞台上面呢，不只是在今天有点像抢先听，明天我们在颁奖典礼上面，等于也就是在台北小巨蛋，也是真的抢先可以来品味一下下，对不对？不管是经典的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新歌也好，都会在明天的这个舞台上面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那我们在今年呢，
对啊，也要好好的谢谢 Jerry 特别来到跟我们这张专辑，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觉得就是相互的一直互相的扶持，一直成长，对啊，其实在彼此之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留下太多太多的，不管是合作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好歌，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要跟你说声谢谢您来到，同时生日快乐，同时我们也期待在明天的舞台上面，今天只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明天大家可以看，好不好？